影片开始前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哦，谢谢你们。Hello Hello， 我是慕尼，这集影片非常厉害哦，只要你是慕尼的粉丝，千万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。之前答应大家要在年底前办的抽奖影片终于来啦，不过这次不是抽好友，是抽已经买不到的慕尼钥匙圈。那如果抽到钥匙圈的人要付钱吗？答案是不用。这次非常感谢赞助钥匙圈的干爹干妈们，已经自掏腰包购买这些钥匙圈要送给大家啦。中奖过后，慕尼会透过邮局寄信给中奖者。那你要怎么参加慕尼的第一个活动抽钥匙圈呢？这部影片底下我会在置顶留言放 Google 表单给要抽的人填，那记得你的资料要填正确，不然就失去中奖资格咯。然后这次不同的是，你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完，你才会知道这次的通关密码是什么哦。我会在影片的某个地方放入我们这次抽钥匙圈的代码，拿到要抽钥匙圈的代码，你才有办法在 Google 表单回答正确哦。再重复一次，回答错误的话就失去中奖资格，要特别注意。然后在12月17号礼拜五晚上的直播公开抽奖。那再来就是这部影片的第二个活动，妮宝专属活动，是给有加入慕尼会员的人抽好友。因为一直以来慕尼都没有举办会员的专属活动，但还是不断看见很多人加入慕尼的会员支持慕尼，所以慕尼这次决定回馈一直以来支持慕尼的会员们。那名额的话是10位，要记住这个妮宝专属活动不是每次都抽好友哦，之后慕尼会想其他东西抽给妮宝，那一样都会透过影片的方式公告给大家，再敬请期待。抽奖的方式是即日起我会把 Google 表单放在我们 YT 社群的频道会员专属公告，你在11月17号到12月17号都可以透过频道会员专属公告看见这个表单，并且填写。记住，只有拥有慕尼频道会员资格才会看见表单哦。如果你加入慕尼的会员，但是不明白怎么看 YT 社群公告，可以透过 FB 或 IG， 慕尼会再教你。那第二个活动一样在12月17号礼拜五晚上的直播公开抽奖，也就是说全体粉丝可以参加的活动，还有妮宝专属的活动，都是在12月17号抽出哦。谢谢你们大家这样支持慕尼频道，很快的2021年即将过去，一起加油各位妮粉妮宝们，大家一起心想事成。这部影片结束了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